怎么 PK？ 哎，梦想后面来了好几个老蓝精灵。今天应该都是等待过境的货车。看到这么多货车，意味着到边境了。也为印加在脸上画上我爱印度那个印度的国旗哈。对。啊，你快点画一下。 太好了，我是挺爱印度的。对啊，看一下这小孩子，他拿了颜料盒，这边做赚点小零花钱了。太可爱。哎，王源，来，带有印度国旗。来，嗯，好，念。How much? Can you? What's that? Cap. Oh, cap. <笑>我是印度的最强悍自卫团，这些都是my brother。<笑>那我的兄弟姐妹们呢？能不能前面助威？等一下，你叫和 巴基斯坦人 PK 的，用玉米丢他们。 观众，明年我会在巴基斯坦那边拿玉米丢印度。援兵啊，弟兄！援兵的弟兄姐妹们在前面，哎呀，前去声援！大家一起！我们记者在前方，梦霞记者在前方。 回不了国，会被班斯暗杀。到阿姆利则有一件事情，你绝对不能错过，就是去印巴边境，看美军的降旗仪式啊，非常的欢乐。尤其是印度人，他们真的是天生会跳舞啊。当时看到他们这些妇女啊，听到音乐。 冲到下面去跳舞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很想下去跟他们一起狂欢了。可是因为我坐得太高了，然后下去很不方便。然后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。然后人民开玩笑说啊，今年我们在这边，明年我们就要去那边巴基斯坦那边看他们的升降旗。然后他们两边就好像在 PK 一样。然后他们那个走步的姿势真的是太有意思，腿踢得特别高，太有意思了。那个就好像要碰一下头那样子，反正觉得特别逗，特别。 Thank you.
פעם את תזמור את צהל, שתראה להם איך עושים את זה.正所谓便宜还是不要占比较好，虽然说在那边真的是免费吃免费住，而且尤其吃的我挺适应的，我觉得挺好吃的，而且24小时无限量供应，就随时你去食堂，然后就是几百人坐那个饭堂，然后是席地而坐，然后就会一轮一轮的提供食物给你。但是住的环境真的是很糟糕，我们那时候就被那个吸血臭虫咬得全身都是，全身都是包，然后第二天是实在是没法睡，然后就在金庙那边坐了一晚，然后也很神奇的是凌晨3点多钟竟然有人开始带头打扫卫生，然后我们就第一次在凌晨3点多钟的时候跟着至少是好几百的印度人一起在寺庙打扫卫生。这段经历真的让我觉得 amazing， 太不可思议。最新消息，住我们旁边的两个已经离开，但是我和莫小同学依然坚持在前线，因为我们今天满了药膏，还满了药店，满了药，所以我的这条可怜的小手臂呢，应该就有救了。好惨的，好惨的。刚刚，我去捡袋子，风带着被风吹走，看到外面的老太太也是在擦药膏，我就跑过去问她嘛。结果，她告诉我说，原来每个人都中招了。看她的手，对呀、啊。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，然后就是这边所有的被子呢，都遇是同样的问题了。然后我就觉得很搞的是，竟然每个人都中招了。然后他手上嘛，跟也是一样，对，一个不是没有那么红，但是包起了很大个，也是整个都是，身上都很痒。秀一下，秀一下，啊，肿得很厉害哦。哦，你是这边，很厉害。嗯。然后他很乐观，他说过几天就没事了，过几天没事。我没那么乐观，过几天我就要回国的，我身上全都是这些包，我就不能吃海鲜了。赶紧洗澡吧，洗澡我们也涂药膏吧，大家都在涂药膏。对对对，赶紧洗完澡回来啦。哎呀，感觉舒服很多，虽然说还是这样子，但是我要跟你说一下，这因为我这边我们这边是有个洗澡房嘛，但是是没有厕所的，
然后很多人嘛就想说去公共浴室洗澡，所以我们在那里上洗手间，太逗了，第一次上洗手间哦，连续被好几个人趴的看我，就是。我不知道木霞你那边有没有设计那种，它就是一个门嘛，那上面开一个小窗，对呀、啊，是吧？你那边也是这样，但是玻璃隔着的呀。我们那个没有玻璃隔的、啊，我们那个是有玻璃，它是那个窗，你可以看到里面，但是是玻璃隔的、啊。对，就是可以看里面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你虽然关上那个卡子哈，但是很多人会推嘛，可能我怀疑我们是不是有人之前踹过门，踹坏那个门嘛，他们就把中间那里开一个小窗，然后我就坐在那里那边了，然后因为我刚好是坐最外面的一个。外面那个门嘛，所以经过的。刚开始我看到有人打一下招呼，然后好，他看到我走，他第二个过来，我又哈，然后后面麻木了，我就别我的门，就不要看我，就别。他们看里面有没有人是吧、啊？对啊，他们就有人扒着窗，他虽然看到有门锁的，但是他就是要看一眼没有人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我就第一次，我说，哎呀，我这个私人的事情能变成公众关注的事情，因为每个人好像轮流排队看你一眼，然后走了下一个过来看你一眼。人家不是专门为了看你，人家只是想看有没有人。对啊，就想看里面有没有人嘛，真的很搞啊！我就觉得这个那么隐私的事情，怎么开个窗在那随便看呢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洗澡嘛，跟他们一起洗澡，喜欢找一点痒，就是我以为他们我说一起跟珊珊同学一起洗澡是挺有趣的，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坦诚相见嘛，就是你看你们是没有隔间的、啊？没有公共浴室、就是、我们是有一间一间的房子，没有就是大家一起洗，然后我也想看看珊珊同学大概长得什么样了，是吧？结果有珊珊同学他们穿裤子洗。他们全部都看着你了，对，你先听我说。然后我本来不想穿的，但是所有人都穿的里面那个 underwear， 然后我就只能穿着我的小三角在那里洗。然后洗个澡还要被人家问，哎呀，你从哪里来的？然后你爸叫什么名字啊？哎、没有，你爸在做什么？就是对啊，就是一边洗澡还要跟他们一边聊天，还要报我的国籍，还要对印度感觉怎么样。挺好笑，而且他们洗完之后，他们是这样脱，他们是这样换里面的那一条的，他们是先拿一条这种比较厚的这种围巾嘛，然后就这样围着嘛，然后再把里面一条内裤脱出来嘛。啊，你没得没有围？对，没得围，然后我就先套一条上衣，然后一脱下来，所有人就这么瞄着我。莫霞在学颤抖音。Try。I'm fail, sorry. Okay, okay. Shalom is now. Shalom, yeah. Shalom. Okay. See you. 我很努力想学习各国语言的。对，对，还要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认识的四川的朋友。对，他来过这里，然后这是再次来。老王吧，叫王，王四川吗？然后他去年来的时候，他就是还没有遇到这些事情。去年初来的时候，这里好像没有人被臭虫咬了。对呀、啊，今年怎么都被这样了？对呀、啊，无一幸免。和梦霞在外面等到天亮，哇，那虫子真的是没办法睡了、哇，太可怕了。就是我半夜就我，因为我睡不着嘛，然后就感觉好像身上有什么东西，我就一摸，那就是摸到什么软软的。我刚开始还就是因为很小，刚开始还没有想到说是会遇什么，以为是什么沾上了脏的东西什么的，就摸到了好几次了。后面我实在睡不着，我就跟袁律师说，好像我好像有碰到，因为感觉被叮一下会痛嘛，会痛嘛，然后就感觉说是袁律师说会有虫子，然后就他就拿灯过来照，结果就是真的是虫子，我把捏死了好多好多只。对啊，只能在外面熬到天亮。对啊，然后抓了好几只。莫霞同学，他想用大餐。
好大一碗面。他不嫌做的麻烦，我都先吃了吧。那么一小，那么小的面。哎，不过还行啊，那个叫泡面。神经有毛病，我们两个两点半钟，好。睡不着。哪能睡啊？自从跳那个虫子活生生那样子，我靠！没有，我是先是睡不着，然后起来捏虫子，才把它就发现它身上有那么多血之后，太可怕了！就觉得太可怕了。毛，我实在觉得很毛。它吸了我多少血？而且除了它以外，那些虫子也吸了多少血？我昨天晚上都不知道被它咬了多少了，多惨！嗯，大家就这样席地而睡。其实我们早知道。那边虫子那么可怕，我们也在外面睡。梦想要帮他们提水去冲地吧。这事我早就想干了。地板真的挺脏的。我第一次在看来的时候，看他们这样子冲地板嘛，我就跟他很想跟他们一起冲了。把地板冲干净了。跟他们一起冲啊，因为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干这个事情。现在看所有人都在冲水，很是壮观。地下室的那个人。大家全都干起活来，不睡觉了。地下室的人在哪里？然后这些妇女们也开始加入到就是干活的行列了，所有人都不睡觉起来干活了。终于等到6点钟，黎明破晓。再等半个小时就去吃早餐。要离开这里了，然后要回德里，检查过了，没落的东西。我们就要走了，被咬得一塌糊涂，回德里。对，先去找医生。药店开门。对，药店开门。好冻，我现在要坐上一辆小三轮，然后我们要去火车站。我们终于离开了。有虫子的床铺，好像可以。袁斌其实也觉得挺那个的。袁斌早就崩溃了，只是他死强了。我还以为袁斌很喜欢那个。哎，好冻啊！好冻啊！好冻啊！我们再没坐下车。要回德里了，回德里就意味着很快就要回国了。我和梦霞的艰苦之旅，很快就画句号了。现在画了1/4个句号了，到德里就可以基本画句号了。剩下的就是回国了。整个印度之行呢，我们就已经结束了，而且出去半年，因为我们没法再继续往下走，要回国申请签证，然后再继续接下来的旅程。所以呢，不用担心，我们还继续出发，然后你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地方。接下来我们的计划呢，会是蒙古、俄罗斯，然后前往欧洲。当然了，要签证签了下来才可以。所以谢谢大家那么久对我们的支持，也谢谢你们喜欢我们的视频。希望接下来呢，跟我们一起看更多的地方，走更远的地方。拜拜。我这行李太多了。大包小包。不要以为我没有拿东西哦，我在拉行李箱。然后我还背了一个。那也要标志要把它包住。这样分解的分得很彻底。现在要登机回国了。你看梦霞同学急的跑到前面去。我梦梦同学呢，现在坐上飞机鸟，然后马上就要回国了。就是这班飞机基本都是印度的，没有别人，没有国人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其实假机票入境的，然后在这边买了这个印度的航空公司的便宜机票回去，所以基本都是印度人，没有看到什么国人，因为他们一般来的时候都订好回程机票了。